微软、索尼、任天堂核心高端细分享，欢迎光临 Game Eve 游戏前夜，我是依依。经过了周末两天的休息，我们又迎来了新的一周。每天晚上，依依又可以和大家相聚在游戏前夜的节目当中了。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赶快去看看全新的一天新闻专区又有哪些新鲜资讯吧。即将在7月29号和玩家们见面的 PS4 游戏的《Last of Us》最后生还者重置版又有了最新动态。近日，官方放出了一段游戏中照相模式的教程宣传片。在视频中，我们能够看到，在照相模式下，玩家可以选择多种滤镜和预设相框，有些照片看上去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在画面更加精美的重置版游戏中，玩家又多了一份到处拍照的乐趣。本作的官方中文版游戏也将于7月29号发售，而同捆版 PS4 主机也将于8月5号与玩家们见面。提前预定了游戏或者是同捆主机的玩家将获得重置版游戏 T 恤一件，而在2014香港动漫电玩节现场预定同捆主机的玩家，除了 T 恤之外，还将获得 PS4 机身贴纸一份。据最新消息称，最后生还者的电影版也已经确定了。曾出演《权力的游戏》中阿亚·斯塔克的麦西·威廉姆斯或将出演艾莉一角。导演也同时表示，电影版不会和游戏的剧本有比较大的出入。喜欢光环系列的朋友们注意了，因为接下来的这条消息和光环有关。今年是光环二诞生的第10个年头，而它的重制版游戏光环二周年纪念版也是光环士官长合集中的一部分，并将于今年登陆 Xbox One 平台。近日，微软表示，本作不仅经过了重新制作，而且还增加了额外的剧情内容。故事将会连续到《光环五：守护者》中的世界，并且官方最新公开的一段游戏宣传片也向玩家展示了《光环二》周年纪念版的精美画面，让系列粉丝感动不已。值得一提的是，购买了《光环士官长》合集的玩家还可以获得《光环五：守护》的 beta 测试资格。本作将于11月11号光棍节发售，同时上映的还有美剧《光环 Nightfall》。游戏和美剧双管齐下，你是不是已经等不及了呢？Don't make a girl a promise if you know you can't keep it. 自从去年9月《梦幻之星 Nova》亮相以来，相信喜欢该系列的玩家就从未停止过关注。近日，世嘉就在《梦幻之星感谢祭2014》的会场上，公开了 PSV 游戏《梦幻之星 Nova》的发售日为2014年11月27号。同时，官方还公开了一段游戏的实机试玩影像。本作继承了系列的世界观和故事线，这次玩家将和巨大的怪物进行战斗。新增加的破坏者职业，除了可以使用近战武器之外，还能使用魔法进行属性攻击。梦幻之星 Nova 将更加重视单人游戏，并且强化了游戏内容，这也让系列玩家倍感欣慰。同时，本作还将支持 PS Vita TV， 官方也会在8月份推出本作的战斗体验版。感兴趣的玩家记得去下载体验一下哦。サブドライブ出力さらに低下。この速度では大気圏を抜けられても地表に激突するぞ。由白金工作室打造的《克拉传奇》是一款根据美国同名奇幻动画片改编的动作类游戏。作为极受欢迎的动画系列，《克拉传奇》有着众多的粉丝，白金工作室中就有不少人是该动画的爱好者，所以本作的素质自然毋庸置疑。近日，官方公布了本作的游戏演示视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本作的动作风格和表现依旧保持了白金工作室的高素质。招数技能不仅丰富多彩，而且独具特色，
水、火、土、电等元素之间的各种搭配，展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战斗效果。而类似于大神系列的水墨画风格游戏画面，更是给游戏增添了一层浓浓的武侠色彩。游戏的背景音乐充满了东方气息，笛子等乐器的演奏也让人耳目一新。克拉传奇将于今年内登陆各大家用机平台，相信即便是没看过克拉传奇动画的玩家，也会喜欢上这款游戏的。《质量效应》和《龙腾世纪》的开发商 BioWare 又有新游戏正在开发中。近日，官方公布了一段神秘星座的真人预告片。视频中，男主角遇到了各种灵异的事情，但最终只是一个噩梦。虽然这款神秘星座的游戏类型我们还无法确认，但是它恐怖的风格似乎已经让玩家们感受到了一丝不安的气息。最后出现的在睡梦中究竟发生了什么的句子也显得神秘莫测。其实早在2012年， BioWare 就透露他们将在质量效应三完成后开发一款全新的科幻游戏，而刚刚宣布延期的龙腾世纪审判会不会也和这款神秘星座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期待8月份的科隆游戏展上能够看到更多关于本作的消息。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为您精选的最新游戏业界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A 9危机热门游戏讨论专区又有哪些新的动态吧。本次香港动漫电玩节，我们 A 9危机的小编们也有幸对恶灵附身的制作人三上真司先生进行了独家采访，小编们精心准备了很多的问题来一一询问三上真司，比如关于游戏中出现的神秘兜帽角色是谁，以及游戏中主角除了使用枪械武器进行攻击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有意思的武器等等。三上真司都逐一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回答，而本作的中文化也让国内玩家的热情变得更加高涨。不论你是喜欢《恶灵附身》这款恐怖类的游戏，还是欣赏制作人三上真司，都可以到我们的专访帖子中去看一看，说不定某个问题正好是你想问的呢。Doctor，上周我们为大家报道了制作人四泽善德和剧作家小高和刚在香港动漫电玩节的 Sony 主舞台为大家带来的《绝对绝望少女弹丸论破 Another Episode》的讲解和演示。随后我们 A9VG 的小编又迅速找到两位制作人并进行了独家采访，围绕着《绝对绝望少女》的一些设定以及本作的剧本安排进行了专项提问。专访的现场气氛十分的欢乐，对本作感兴趣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晚それくらい見に来るんだよ。絶対にリーダーの俺っちが勝ってやるからな。楽しいからこれをやるの。好啦，以上就是今天游戏前夜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参与以上资讯的讨论，可以用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直接进入相应的新闻贴哦。想知道更详尽的新闻资讯，请持续关注 A9VG 论坛和新浪微博。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want to get through this? Let's go! What's your name?